因为这里人有的人一帮人动用警察整我，就跟纳粹整犹太人是一样的，把犹太人抓起来关在集中营里，这里一样把我关在铁门后面，那个条件都是硬邦邦的，那个不能坐，你只能站在那几个小时一段时间。那纳粹把那个犹太人关在集中营里，他们还有床呢，这帮混蛋他妈的整我，就跟纳粹整犹太人差不多了。动用警察把我抓起来，不是跟纳粹抓那个犹太人关起来是一样的吗？他妈的，用的手段是一样，方法一样，铐起来是一样的。